我想请问大家，你们知道对魔术师来说最难的穿越是什么吗？就是穿越空间。今天我要做这个挑战，但是首先呢，我要跟现场的来宾借一枚硬币，我们请明宇好不好？啊，明宇，请问你身上有没有带硬币？你算问到了，我出门没有带钱，我是来挣钱的，不好意思。那请问现场有没有谁能借我？哎，好的好的。来来来，这位美女，这位美女，有100的吗？100的硬币吗？行行行，不用打欠条是吧？好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，我想邀请你上台互动，大家给明宇掌声鼓励。谢谢谢谢。好的，你借了1块钱硬币。对对对。我想要请你在这个硬币上做个记号，或是签上你的大名。嗯，好。所以现在这硬币上有明宇的签名，也就是说全世界独一无二，没有人可以仿造这枚硬币，没错吧？对。好，接下来我想要邀请你跟我一起到后面来。好，首先桌面上有2个杯子，这里是一个小的杯子，请你稍微摸摸看，检查一下，没问题。当然这里有个大杯子，检查一下，最重要的是尤其是它的底部，请你确认它是坚韧的固体。没有问题。没问题吧？嗯，没问题。好，现在各位观众，我要用这个大杯子盖住这个小杯子。如大家所见，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小杯子是一个完全绝缘的状态，除非有人可以穿透这个杯子，否则没有办法碰到这个小杯子，没错吧？没错。我先告诉大家我要做什么。这枚硬币我会像这样把它放到这个杯子的影子里，然后这枚硬币会穿越空间，没有错。这里边没错，听起来很不可思议。所以现在会有2件事情发生，一件事是我会把硬币放进去影子里，第二件重要的任务我们要交给明宇。我想要请你就在这个位置，好，稍微这样，对，我要你近距离的盯着这个杯子，你暂时不要看秀了。好，你就看着这个杯子，我要你本人来做这个见证，见证硬币穿越的那一刻，好吗？好的。好，关键时刻来了，仔细看哦，准备，1、2、3，啊！我伸出来，你有看到你的签名在上面吗？对啊，拿个镜头看一下，确认一下是不是你的签名？是，是的话，掌声鼓励，谢谢大家。